9月18日晚，郑恺通过微博晒背部贴膏药的照片，并自立道：“没有痛苦，哪来进步？”照片中，郑恺背部贴上两块膏药，看来应该是伤势很严重，背部肌肉也强劲成功。郑恺稍后在微博评论留言，自恺称：“刚把我的天使之翼割掉，这下舒服多了。”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，并留言称：“就算再累再痛，也要注意身体呀，加油！你的努力配得上你的成就。”那么轻松的语气，哥哥，你知道我们心疼死了吗？此前当红小生郑恺在微博晒出四张与热巴的搞怪合影，并配文称大脸杀。照片中郑恺和迪丽热巴两人不顾形象实力扮鬼脸，时而嘟嘟嘴，时而大搞鼻孔扎，喜感十足。郑恺晒出两人的搞怪表情包合影，瞬间成为网友们关注的焦点。照片一经发出，便有网友表示凯凯超贴心，主动让热巴站在后面变小脸，负责貌美如花，而自己特意站在前面不惧大脸，好暖。还有网友说小丽包好帅，好懂女生。